也挑太久了吧？货比三家不吃亏啊！而且东西那么贵，这也还好啊，没有贵多少。反正好用有效就好了嘛。错，好用有效，还要 CP 值高才行。自己挑了半个小时，你看，那盒子待不住了。是待不住。我没有。那不然，我现在买回去一头就行。随便你。哎，你不要把它放到地上哦。